它是不是哪个地方可以改直径？点了哪里？没看到。啊，快点了。喝的真硬，咬不动。金什么？选择加工。这边就可以了，是吧？今天没开激光器呢。暂停吗？这时候需要等大概十秒钟。Wait 10 seconds。那等一下，拍一下你这个面板，上下左右是吧？打开激光器之后，这地方会有一个红点。会有个红点。我们一般情况下都会把这个红点移到你要被切割、被切割件的左下角位置。要把定到这个位置上。您看到吗？等一下看看。可以看到红点。把它移动到左下角位置。你手那个手别动了。然后定好位置之后，再摁一下这个 inbox。好了，然后再录下这个。左边框吧，就是。对。box 这个。对。左边框。位置如果可以的话，然后摁一下这个，光闸开关。